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929页，929页倒数第五行，看心六转向正寂。经文只有两句啊，人能自度啊，转向正寂。我们看注解啊，断中这一段里面，人能自度，度自身也。陈上文知苦厌离，洗除心垢，表里相应等文而言，是自利心。人在一生当中最可贵的是自度。这个度是什么意思呢？一般佛法里常说了生死，出轮回，这叫自度。无量劫来，在生死轮回之中，没有一桩事情比这个更大，没有一桩事情比这个更重要。我们应该能体会到，我们跟佛有缘，缘不是这一生结的，生生世世，像大乘经上所说，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啊，这一句话是真话，不是随便说。过去世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，为什么都不能自度？这要深深反省了。这个东西就像开保险柜一样，这个号码转动一点都不能差错啊，差个一毫一厘就打不开。我们要想超越六道轮回，亦复如是啊。经上说得很清楚，我们没有真做到啊，要认真反省检讨啊，要真正忏悔啊，看这一世能不能彻底放下。啊，从根拔除，就是放下身见，叫从根拔除。
啊，这是刚刚入门，好像开号码锁，第一环对准了，还有第二、第三。啊，第一环对准了，也算不错了。小乘出苦啊，不能小看他了。天上人间，大富大贵。大智大德的长者也不能跟他比。为什么？天福享尽了还要搞轮回，还会去三恶道。这小小圣啊，身见破了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前半部所说的四相破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这个他做到了。所以第一个身见没有了，第二个对立没有了，边界是对立，对立没有了是什么？就一体了。啊，肯定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。对这两句话了，真相信不会动摇了，边界没有了。啊，成见没有了，成见是自以为是，这叫成见。成见有因上的成见，果上的成见，这两大类。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，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。啊，不再有成见了，没有成见，智慧就现前。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的无常，无常就现前，自然现前，不要学的。啊，第一个，你会爱人，爱人就跟爱自己一样。为别人想的就跟为自己想的一样，决定没有差别。啊，第二个，意生起来了。啊，意识呢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然跟大自然的规律相应，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。啊，就是心德，自然规律是心德。啊，意识起来，啊，礼理解，决定是自己谦虚尊重别人，表现在外面如火，表现在内在真诚。里面真诚，外面如火。啊，真正可以做到与一切众生相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自然做到。啊，智慧现前，不会有烦恼。啊，转烦恼为菩提。
言而有信，向如来无语者，真语、实语、如语，这个是什么？这制度啊，里头欠一点点都不行。不会堕三恶道，但是出不了六道轮回。第二个圈圈对准了，六道轮回出去了。第三个圈圈对准了，这门也打开了，脱离十法界了。脱离十法界才算是真正的成就，脱离六道小成就。所以这个都要自度啊，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就知道自己不够，知道自己的毛病很重，傲慢心没有，不敢自以为是了，这标准衡量不及格。那么首先知苦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六道苦啊，人苦，但我倒更苦。天上虽有乐，暂时不是究竟的。那是什么？善业所感的果报。这报享完了，我们还有无量无边的不善业会起来。那个果报在三途，这叫六道轮回。知苦厌离，求出的心才生得起来。六道全搞清楚了。修道在哪里修？在心上修。心上修了，自自然然表现在外面，沉于中，自然呢行于外，外就是礼貌礼节。如何真诚？从外能看到你的里面。因为你的内心自然表现在外面，你无法隐瞒。这个世界有德行的人，有学问的人，有经验的人，他们一看就能看出来。不是圣人，是凡夫，有时候看错。佛菩萨，他能看透人心。但是有时候他能够随顺逆缘，那随顺我缘，这个功夫了不起。
啊，为什么要随顺我缘？他有我缘，我缘成熟了，后头有我报，必须等他报尽了，他才会醒悟过来。你叫他，他肯听。啊，现在这个因根缘聚会的时候，这是迷得最深的时候，你叫不醒他，叫不醒他，菩萨就能够随顺。啊，在旁边观察，啊，看他的因缘果报，报尽了，有忏悔的意思，有转变的意思，佛菩萨帮助他，这叫佛十门中不是一人，慈悲到极处。造作恶业他很痛快啊，你给他的果报都不相信啊，不能接受啊，哎，必须苦报现前，吃尽苦头他回心转意啊，时间长达不定，有人三五年，有人三五十年啊，有人三五百年，菩萨有耐心，对任何一个众生，生生世世照顾不舍，叫佛十门中不舍一人。啊，什么时候真想得度，他就真来了。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看到，老和尚朝山生病两次，啊，一个乞丐文吉来救他，啊，照顾他，一直把他身体养好，啊，继续再去朝山。啊，一次照顾都是十几天，两次照顾我相信差不多是一个月的时间。菩萨化身了，当时虚云老和尚不知道啊，真的以为是个乞丐啊，那么像虚老和尚这些事情，在现实的环境有没有？有很多，没人知道。啊，我在最近东北一些同修。就像是老和尚一样，遇到菩萨，变化成乞丐，变化成捡破烂，变化成出家人，不可思议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为我们现身说法，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能做到，恩德不可思议。
啊，所以经上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。啊，只有真心才会有感应。稍稍有一点疑惑，半信半疑，实信实疑，这个不行。啊，这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们一定啊要明白这个道理。习除心垢。啊，垢代表染污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你看慧能大师开悟第一句话说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没有心垢啊。啊，开悟头一句话是没想到啊，自信就是真心啊，真心是清净的，没染污。啊，我们每个人的真心现在有没有染污？没有。纵然造作恶业，无逆施恶，堕到阿鼻地狱也没有染污。那染污的是什么呢？是妄心。这个要知道，妄心是阿赖耶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个东西它会染污啊，它会接受染污，它也会染污别的啊，它不是真心的、啊、妄心的、啊、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只要你把它放下全都没有了啊，你要分别它，执着它，哎，它就起作用。你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不动念啊，它不起作用。它就不存在了，它不起心不动念了，它根都拔掉了啊！这叫什么？转烦恼成菩提，转识成智啊！那根本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六道众生哪一个不把身体当作我，根本的错误就在此地。啊，身体确确实实不是我，那是什么呢？是我所有的，像衣服一样、啊、衣服不是我，这是我所有的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它不是我啊，所以要好好的利用它。那假的吗？借假修真啊，这一生当中啊，要把真我找到啊。真我在哪里呢？真我跟这个假我没有分开，它融合在一起啊，难就难在此地，如何在假象里面看到真心，问题就解决了啊。假象里面看到真心啊，再不执着这个假象了，那假象不妨碍啊，这个假象啊不妨碍真心，真心不妨碍假象，叫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你得认识清楚才行啊。啊，认识不清楚麻烦就来了
啊，我既然没有了，你看，我贪，我嗔，我痴，啊，我慢，我疑，不都是假的吗？没一样是真的。啊，佛法之可贵呀，在放下，甚至连经教都要放下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得清楚啊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《金刚经》上说的那个法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。法不是真的，哎，但是经里头有真的。你要认识啊，佛讲经说法里头的真实真东西，文字言语是假的，名词名相也是假的。啊，我们的心里怎么想的？这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怎么回事情？这也是假的。啊，所以马明菩萨教导我们：我们听经，我们看经，看经不执着文字想，不执着名词术语，也不执着自己起心动念。你就能够看到佛的真实意啊，《开经记》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你就能看到啊。听经亦如是啊，不执着言说相啊，言语没有关系，多说浅说，多说少说，深说浅说都没关系啊！你可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啊！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分别啊！老老实实听，听懂了很好，听不懂没关系啊！再听啊！反正佛的千经万论就是说这一桩事情。啊，这一桩就是本性，就是自信，就是真心，啊，就是业如，就是如如。啊，佛在这一桩事情说出几十种名相，佛为什么这么说法？这是佛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，告诉我们不要执着名字，名字怎么说都可以，只要说的是这种事情就对了啊！不要执着名字想，名字性空啊，一定要知道它里头的真实意义，这个要紧啊。啊，所以言说名字啊，你要是执着就变成人了你要是分别你被他扰乱了，你心定不下来啊，这个东西要细处啊，表里相应，表是外表，里是内心，内外都清净啊。前面所说的这些啊，经上有一句言行中心，提了四个字，这一句话可以拯救先前的社会。
啊，汤恩比博士说过，要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孔孟学说，我们再去四个字：仁义忠恕。夫子之道啊，忠恕而已。大乘佛法里面讲，言行忠信，好啊。言是言语，行是行为，以忠信为标准，言要忠。啊，忠就是诚实。不妄语，不粘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这个就是言的忠啊！啊，行是行为，身的行为，不杀，不盗，不淫；念的行为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这就是十善业道。十善业道真能够救这个世界呢？啊，不必讲得太深了。啊，大家真能够相信。啊，能够相信这句话，言行忠信就是十善业道，就是六合敬。就是菩萨的六波罗蜜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。念佛人求生净土，这四个字尤其重要。啊，真正相信，由西方极乐世界；真正相信，有阿弥陀佛。相信念佛的人，舍命的时候，阿弥陀佛决定来迎接。啊，信心坚定啊，决定不动摇啊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万修万人去啊。啊，表里相应，里面真诚。啊，外面如何制止？啊，菩萨自利，然后才能够利他。特别是今天这个事情啊，教化众生要用身教啊，自己做不到的不要说不骗人啊，做到我再教别人，别人相信教别人放下，自己没放下，人家肯相信你吗？不但不相信，心里还打问号，这人是不是来骗我？啊，我听他的会不会上当？这肯定的嘛。啊，自己真正做到了，那没话说。他会点头相信，这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
所以就今天的社会没有第二个办法了，一定要拿出证据出来。啊，人家才相信。啊，修行，我自己修行修得好，我都能照做了，才能影响别人。我们这个团体修得好，就能影响别的团体。啊，最小的团体，家庭啊。啊，夫妻带着儿女。啊，最好跟父母住一起，三代同堂。好处大了，现在有很多人一结婚呢，就要自己外面搬出去住啊，不跟父母住啊，这个亏吃大了。大在哪里呢？儿女学坏了。啊，跟父母在一块住有什么好处呢？儿女看到父母孝顺他的父母，他学会了。这个小孩将来会孝顺你啊，啊，他有榜样啊。你要不照顾父母，将来他一结婚就搬走了，他不顾你了。啊，到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你苦啊。真正看清楚了，明白这个道理。你就会非常喜欢中国旧社会的大家庭。啊，大家庭虽然不自由，规矩很多，因为团体生活，团体生活没有规矩，家就乱掉了。啊，中国从前的老的叫家庭，那叫家了，现在家没有。啊，那个时候家都是五代同堂啊，啊，自己上面有父母，有祖父母，有曾祖父母，有时候有高祖父母，啊，如果高祖父母活到90岁也100岁的时候啊，就高祖父母五代同堂，哎，往下看呢，有儿子、孙子、重孙子。啊，这个家庭不分家，你说人有多少？啊，最少的人数啊，也有200多人呐。啊，平常一般的都300人左右，人丁兴旺的500-600人呐。500-600人这个大家庭，那么有规矩怎么行呢？啊，所以《弟子规》是基本的规律。啊，那就是每一个家庭里头共同要遵守的。啊，一共113桩事情。啊，人人要遵守，这家才像个家了。啊，所以家庭负责育幼养老，这2桩大事啊。怎样把家里的小朋友教好？目标是什么呢？目标叫他成圣人，成贤人。啊，不是叫他做大官发大财，不是这个，做圣贤。啊，圣贤人，生活是幸福的，快乐的。啊，圣贤人他的物质生活会缺乏吗？不会呀、啊。为什么他有智慧呀、啊？他知道怎么经营呢、啊？如法如理的经营，他都快乐啊！他不欺骗别人啊！啊，养老。更是人生第一桩大事。
啊，我们走遍全世界，看到老人可怜，外国的老人特别可怜。啊，退休之后没有工作了，年岁大了找不到工作，没人要你了。啊，每个月领取政府的养老金。啊，物质生活还能过得去，精神生活完全没有。啊，儿女要想回家来看看老人，一年有一次他就高兴得不得了了。根本就不来看你啊。啊，所以是孤苦伶仃。一直到死，死都没人知道。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中国旧式家庭的好处了。啊，旧式家庭，人到年老了，啊，退休的年龄不能工作了，啊，这个时候落叶归根。啊，归根是什么意思？回老家去养老，老家养老就真快乐啊！啊，这个家族老人年岁大了都在一起，还有什么跟小朋友在一起，老人跟孩子在一起啊！啊，老人都会教孩子啊，他一生的经验，啊，一生的经历。啊，这些故事讲不完，故事讲给小朋友听。啊，亲人呐、啊，他都学会了。啊，所以老人养老，老人聚会的地点是什么？茶馆，家庭茶馆。啊，有这个大堂，啊，就像我们现在活动中心，啊，活动中心，啊，家庭有活动中心，啊，老人。在那里去聊天啊，在那天去玩的地方啊，这个活动中心还有就是表演啊，有什么杂耍从外面的表演的啊，这活得真快乐啊。啊，小朋友有一些呢，一般家庭多半用祠堂啊，祠堂很大，因为祠堂只有春秋祭祀啊，大概一年使用的不过五六天的样子，平时都空的，所以办学啊，私塾在祠堂里面啊，活动中心也在祠堂里面啊，祠堂就是活动中心啊，居里家不很远啊，走路不会超过五分钟就到了啊，所以他老人真快乐啊。人一生当中最快乐的是什么？是老年，啊，不要工作了，啊，这是中国人跟外国人的想法不一样。外国人什么？儿童让他快乐，天真烂漫，啊，活活泼泼，不要去管他。中年人的战场，拼命的，老年人坟墓。入了老年就进入坟墓了，苦不堪言啊。中国的教育是颠倒的，小孩的时候严加管教，一点自由都没有。啊，要知书达理。啊，你看弟子规上条条都要做到。啊，规规矩矩。啊，中年。奉献给社会，贡献给社会，他是幼年的时候培养他的道德，培养他的学问，培养他的能力才干啊，这个得从小培养啊，根深蒂固啊，啊，到中年的时候奉献给家庭，奉献给社会，所以中国大家一定要晓得。中国从前旧社会的家庭是共产主义，哎，
私人不能有钱的，我赚再多的钱归公，这是我家的，不是我的，是我家庭的。啊，所以家创业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没有私财。啊，不管你赚多少都归公。啊，那么家庭多半是指产业。啊，自己有家庭的事业。所以他这个钱是聚集在一起用的。啊，所以他不容易出问题。啊，无论从事哪个行业，他都有很坚实的基础。我自己财力不够，我兄弟姐妹有钱，通通都集中在一起。啊，所以他是不分家的。啊，衣食住行公家负责。啊，有管家的他负责。啊，过年新衣服每个人都有。啊，所以衣食住行的时候通通由家总管的来照顾。你们看《红楼梦》，那不就是一个家庭吗？啊，大管家就是凤姐，就得管总务。啊，所以他是有组织的。啊，那个共产是一家人所共的所有的。你的家庭一份子，你就有一份。啊，他不是这一家的人，他不管的，所以他那个共产是他一家所供。啊，家有多少人，人人都有份。啊，所以他生活有保障啊。无论从事什么样行业，他有后盾，有人支持他，家就是支持他。啊，最安全最保险的。啊，不会出问题的。啊，如果家很富有，他会照顾亲戚朋友。会照顾这个地方邻里乡党。啊，那么学佛的人肯定是富有的。为什么？学佛的人知道是怎样做才会发财，他懂得，所以他就真发财了。一般人不懂啊。啊，财从哪里来啊？这要跟佛学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财是从财布施来的。啊，财布施是因啊，得财富是果报啊，越施越多啊。你不要以为我施了之后就没有了，不会。你布施出去进来的时候一定还有利息。越施越多，永远布施不尽。这种事情知道的人不多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把佛门的这个有求必应理跟事教给我了。啊，理是道理，事是事实真相。啊，财布施是因，得财富是果报。法布施是因，得聪明智慧是果报。无为布施是因，得健康长寿是果报。所以你要想得三种果报，啊，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那你怎么修呢？修财布施，修法布施，修无为布施。
修这三种布施，决定得三种果报。啊，我刚刚学佛的时候啊，26岁呀，很苦，很可怜的。啊，很多人给我算命啊，我的命很苦。啊，什么命呢？教化逃犯的命。啊，第一个没有财富，财库空空。第二个呢，没有官印。啊，纵然做官，你不能做主官，主官有印信，你只能帮别人忙，给别人做幕僚，不能做主官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小小村长都没份，村长还有个橡皮图章。这样的命啊，啊，我自己也知道啊。可是老师很厉害啊，张家大师啊。啊，我跟他的时候26岁啊，他老人家那一年65岁，祖父辈的，对我们非常爱护。想什么？补出来呀！过去生中没有修，现在修行啊。啊，教我修财务时，我给他老人家说，我每个月收入很微薄，仅仅够生活，哪有钱布施啊？老师说，一毛钱有没有？啊，一毛钱行啊，可以啊。啊，一块钱有没有？一块钱勉强还可以。你就从一毛一块开始布施，心里头常常想着布施，养成一个布施的念头，随分随力，功德圆满。啊，真不可思议。啊，从接受老师教诲之后，半年，哎，就有感应。啊，收入就多一点了。啊，3年之后啊，就有很好的效果，信心就坚定了。啊，有多少不是多少，一文都不留。啊，真的越是越多。命里头是短命啊，我没有求长寿啊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，劝我出家。啊，劝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第一本教我看的书，释迦谱跟释迦方志，啊，这两种书，书店都买不到。啊，大藏经里头有。啊，所以我就开始逛寺庙，在寺庙里头借大藏经，大藏经不能借出寺庙门，在寺庙里面抄经。啊，我前后抄了十几部。啊，这样才认识释迦牟尼佛，才认识佛教。啊，知道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，19岁离开家庭。啊，去参学。参学12年，啊，就跟善财53参一样，跟阿弥陀佛，啊，去参访一切诸佛刹土一样。
我们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”，行万里路是参学啊，释迦牟尼佛参学12年。当时印度所有的宗教、所有的学派，他都去学过，广学多闻呐。啊，最后再没有地方学了，啊，就放弃参学，在恒河边上，毕多罗树下入定，啊，这一年他30岁，夜读明心，大彻大悟，他成佛了。啊，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到落叶园读五比丘。啊，三宝在这个时间出现了。啊，从这个之后一生教学，没有一天间断。79岁圆寂。讲经300余回。说法49年。啊，我们才认识释迦牟尼佛了。啊，照着经典这个事实真相，佛教不应该是宗教，是教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啊，佛教应该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。他是个非常负责的老师。啊，而且教学的时候他是有次第的，有原则的。啊，就像办学校一样。49年前面12年像是小学，办小学。培养大家的基础，啊，讲阿含经，啊，这就小乘，啊，12年之后再提升，像办中学，啊，方等讲8年，啊，方等前面借小乘，后面开大乘。啊，方等跟阿含合起来是20年，有20年的基础了，好办大学，讲般若。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主要要传授的，也就是他教学的中心课题了。啊，22年。占的时间最长，49年几乎占一半，22年。啊，般若这是大乘，好比办大学。最后的8年法华好比是研究所。你看他有次第啊，由浅而深啊。他不是劣等的。啊，佛是最忌讳劣等。劣等的人不能成就。啊，小学没有念了就念大学，这怎么行？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啊，所以在佛藏经上有这么一句话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说佛子，佛弟子，不先学小乘，后学大乘呢，非佛弟子，他不承认你。啊，但是今天这种人可特别多，是佛不承认的。啊，佛是一定叫你由小慢慢向上提升，那有次第的，不可以劣等的。
啊，劣等呢，只有一个条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，那就是禅宗，这是劣等的。那他不讲次第的。啊，他一进门就是上研究所，你前面他都不要学的。这是什么？叫天才儿童啊，上上根人。啊，上上根人可以，不是上上根人不行，上中下三根都不可以，都要循序渐进。啊，哪有一上学就上博士班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啊，这些我们都必须搞清楚搞明白了。啊，我们的按部就班了。啊，那么真正讲来正果啊，修行正果，这就是博士班毕业啊。博士班毕业的时候，最后八万四千法门变成三个门，这三门是觉真见啊，禅宗、信宗上上根人学的啊，不是上上根人没用处，你决定修不成功禅宗之外，在中国还有七个宗派，中国大乘 八大宗啊，啊，小乘是两个宗，宋朝以后就没有了，宋朝时候就没有了啊，中国不修小乘啊，用什么方法来代替呢？用儒跟道，这是对的。如果没有儒道的基础，又不从小乘学起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所不承认的啊。那么到今天这个时候，儒道没有了，小乘也不学了，所以大乘架空了啊。下面没有了，大乘怎么学？是学的知识，他能开智慧啊。学知识呢，那就变知了啊，在佛法讲就变成外道了，他行外求法啊，他没有定，他没有慧。啊，这个我们心里要知道啊，我们的心散乱了，这就是说明啊，你没有定了啊。一门深入，一心不乱，这是定啊。大乘法一定要定啊，不定不能开悟啊。啊，定从哪里开启？下手从阿含就开始了。阿含修四禅八定，世间禅定。啊，到方等呢，学出世间禅定，比世间禅定高了。啊，在教下叫止观，止观就是禅定。啊，止是至心一处。讲求的是一门深入，不是叫你学很多啊，学很多你心力分散了啊。什么时候在广学多闻呢？开悟之后，大彻大悟之后，才准许你广学多闻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已经得定，已经开智慧了，这个时候学东西一听就明白了，一看就明白了慧能大师开悟了啊！你们想想，法大禅师到他那里去参访啊，法大师专攻法华的，一门深入，常识兴趣，古人他懂这个道理啊。
无尽藏比丘尼专攻大涅槃经，都是一门师父啊，学了十几年，心真的是定了，这得三昧也。没开悟啊！啊，在将悟未悟的那个边缘上，这个时候需要高人呢，帮他一把。啊，他到曹溪去参访，啊，发达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三拜头都没着地。六祖问他，你礼拜头没着地，是不是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？他就说出了诵法华三千部啊，法华经很长啊，一天只能念一部啊，三千多部的时候就十年。无足的法华讲什么他答不出来。转过头来向六祖请教。啊，六祖说法华经我没听过。六祖不识字，当然不会看。哎，有人给他念给他听他就知道了。啊，没有人念给他听过。但你念给我听。啊，你都背得很熟了嘛，念过三千多遍了。啊，他就念法华经，念法华经二十八遍，念到第二遍，六祖就告诉他，行了，别再念了，我全知道了。跟他讲法华经，他开悟了。是什么时候广修多闻呢？开悟之后。你看发达搞法华经十年没开悟，五祖六祖听了还没有听完年评他就开悟，他就明白了。所以广修都问什么时候啊？悟后啊，不是在开悟之前啊，开悟之前广修都问永远不会开悟啊，把你的悟门堵死了。所以好的老师不会教你走这个路啊，走这个路害你啊，不是真善知识啊。啊，我们跟李老师学教，老师规定只可以学一门，你同时想学两门不教你，就老老实实告诉你，你没有能力啊，一门学好了再学第二门。啊，好是什么程度呢？从前好的程度是开悟。那才叫毕业。现在他的标准很低。你上台去讲，我在台下听，我听得很满意，点头就算通过了。啊，你再可以学第二部经。啊，还是守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初修讲经的时候学会这一部经呢能讲的。啊，我自己给自己定的标准要讲十遍。啊，十遍到哪里去讲呢？到居士们家里去讲。啊，星期一在张三家里。星期二在李四家里，我讲都是一样的。啊，我这样讲十遍。啊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经里头讲的意思。怎样把
所学到的用在生活上，用在工作上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就真学会了。如果所学的跟用不上的，那学了干什么呢？所学非所用，那不要白学了。啊，佛法可贵之处啊，他学了马上管用。啊，所以学习的气氛非常浓啊，欢喜心呐、啊，啊，小步经嘛不长嘛，啊，一步经也不过1000-2000字吧。啊，一个月学一部。啊，很有成就感。佛学院里头一年都没有办法学一部。我们一个月学一部。啊，我那时候没出家了。跟李老师学讲经。啊，我跟他1年3个月，就是15个月，我学了13部经。啊，比佛学院厉害啊，佛学院毕业不能讲13部经啊。我在台中住了1年3个月，我可以讲13部经。啊，所以我一出家就讲经。啊，一出家就教佛学院。啊，教佛学院一个学期教1部经，1年教2部，他们3年毕业，我才教6部经，还有7部还没用上。啊，所以我就深深体会到啊，佛学院不如私塾啊，私塾教学真管用啊。啊，李老师教我们是私塾教学的方法。啊，真管用。啊，所以以后星云法师找我，他办这个东方佛教学院，请我去做教务主任。我就给他建议，那个时候有130多个同学，我的意思想3个人分一组，专学一部经。啊，10年，至少可以培养20个，我们有把握培养20个讲经的老师啊，专讲一样，一生专讲一样，专学一样，10年之后，顶尖的人。那佛光还得了啊，佛光遍照全世界啊。啊，星云法师不能接受，他这不像学校啊。我说真管用啊，他也知道真管用，但是不像学校。啊，一定要采取大学这种方法。我们两个意见不合，我就离开了。我在山上住了10个月离开了。啊，他要接受我，我要一直住在他山上，住了这么多年。你说那佛光山，真正名副其实的佛光山。啊，能够讲经讲得好的，至少有40-50个人。真正红遍全世界。这机缘缘分不够。
啊，大家不相信的，啊，喜欢啊，像现在一般学校什么都学，广学多闻，啊，其实广学多闻，全学的一些皮毛常识，一样都没有扎根。啊，一门通了，门门都通啊。到那个时候，门门通了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大发慈悲心。你还是搞一门，为什么呢？给后人做好榜样。啊，不开这个例子，我门门什么都讲，大家都说后的人没有了，培养不起来了，所以你一定会有大慈悲心。顾虑到后面的人，我不开多门，我一生讲一部，给你们做一个样子，这是大慈大悲啊！啊，给这个后面学来学的人，给他做一个好样子，这就是决定是自己成就。自立成就之后，然后转向正机，啊，这大开方便之门，啊，可以培养学生。虽然培养学生，还是专搞一门。啊，学生在经中道场修学其他的经论，可以不离开经中这个主轴，无论学哪一部经教都倒归极乐，啊，这就对了。啊，所以从前丛林，丛林是大学，分作讲经，啊，那就是说不同宗派经典都可以讲。学生不是什么都学，不是的，学一门。啊，我学华严，我只进华严藏讲堂，不能进其他的讲堂，专攻华严。那个地方的老首座和尚天天跟你讲华严经，啊，那边是法华讲堂，专讲法华的，学生是专学一样，不是统统都学，啊，早晚课诵在一起，啊，学经教是一门深入，决定不许苦学两部经，啊，每一部经都有一个首座和尚带头，啊，所以首座是清教寺，啊，可以成和尚，这利他了，啊，那么利大众，大众根性不相同。啊，他们不受约束，听众哪个法师讲进来他都喜欢听，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让他认识佛教，认识佛教各个宗派，啊，最后他要想成就，要想真修行，那他一定是还要走一条路，啊，有走，走三条路的，很多啊，夏莲老
你看，通宗、禅宗、通教，他也学密啊，但是到最后啊，归净土了。啊，黄念祖也如是。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，李老师也如是。啊，最后归净土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个法门，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。只要真信，真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真念阿弥陀佛，他就决定能生。太方便了啊！人人有把握啊！黄念老他是密宗金刚上师啊，他有资格传密法啊。最后走的时候，在往生前六个月，告诉我每一天念佛14万声啊，念了半年往生了。这些人来给我们实现，无论哪个宗派，无论哪个法门，最后都归净土，妙极了。就像华严经，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，用善财童子给我们表演，做榜样啊，53餐广学多闻啊，为什么呢？成就厚德之啊，般若经上所说的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。广学多闻是成就无所不知，但是自己修行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念佛求生净土。你看53餐，第一餐吉祥临比丘啊，代表初住菩萨，他修波州三昧，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你看这开头，开头代表什么？先入为主，就是他一生主修的法门啊。那看最后，最后第53餐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到归极乐，你看一头一尾，这你就看出来了。善财修什么法门？老实念佛，他就是一向专念啊。当中参学为什么呢？是为普度众生的，众生根基不一样，一个法门不能普度啊，所以门门都要通，门门都要通，对任何人你都能给他指路，你有这个本事啊。你讲经教学能够契机之理啊，什么样根性你都能教啊，所以要把它看方方面面看清楚啊，你才了解如来真实意义啊。净宗法门不但成就容易啊，它成就太高，这是我们意想不到啊！啊，为什么有那么高的成就？理讲明白了，理是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道理就凭这个。
你本来是佛，你为什么不能成佛？当然可以成佛。啊，只要门道对了，你就成就了。啊，像那个保险柜一样的，门本来可以打开的，为什么打不开？那号码不知道啊。知道号码一调整，不就拉就开了吗？不费事啊。所以凡夫可以立刻成佛。啊，在中国六祖慧能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看，不认识字。一生没有听过一次经，在黄梅八个月是做苦工啊，黄梅有讲堂一次没去过，黄梅有禅堂也一次没去过啊，八个月被房里头冲泥破柴干这个事情啊。啊，最后这个晚上，五祖半夜三更召集他，啊，三更大家睡觉了，没人知道啊。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当然不要用经本，不认识字，不需要经本，讲《金刚经》大意。啊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概是四分之一，他就开悟了。啊，他就提出报告了。这个五句话就是他的博士论文，他毕业了，通过了。啊，五祖一拨就给他了。承认他是第六代祖，啊，这五句话里头描述的就是自信，见性的性是什么样的？啊，第一句话是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没有想到自信的。本来清净，决定没有染污。这就是说，你可以立刻成佛。理上讲得通。啊，凡夫成佛，大乘经常说，只要你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啊，这三大类烦恼，一次放下，马上成佛。啊，不能完全放下，一样一样的放。先放下见思烦恼，证阿罗汉果。都在一念呢。啊，放下尘沙烦恼，证菩萨果位。放下无明烦恼，就起心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。就成佛了，就明心见性了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跟我们讲这个道理，我们听懂了，那成就全在放下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肯放下？放下这么难呢？啊，难在什么？难在无时间来习气，成了习惯了。我知道放下，我也很想放下，他就是放不下。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啊，所以对慧能大师佩服啊！啊，他真厉害啊，他一下就放下了。啊，这个一念放下，这叫顿舍。
语言顿到基础啊，没有阶级，没有次第，一念之间。啊，这个方向叫顿修顿证。这一放下就见性了。当中所有一切个程全部没有，都是假的，就是所有障碍全是假的。只问你肯不肯放下。如果你对这个世界人事物有一桩放不下就不行。你的心就不清净。清净心里头什么都没有啊。头一个讲清净的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处。啊，清净阿罗汉证得了，放下见思烦恼，心就清净；放下尘沙烦恼，心就平等了；放下无明，就是迷惑，你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。所以经题上清净平等就，你看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这就是佛。啊，告诉你一念可以成就啊。啊，几时能成就？佛说一句话很有趣味，真话，总在遇缘不同。你要遇到最殊胜的缘，立刻放下，不就成佛了吗？一念之间呢，啊，这一念转过来就成佛了。啊，转过来全在放下。我向张家大师请教，这头一天见面头一句话。啊，我问他佛法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叫我们很快的切入。我这个问题提出来，他老人家看着我，我也等到他的开始，这也等了半个小时。啊，半个小时相得入定了。啊，半个小时之后说一个字，有。我们等了半个小时，听到一个有，精神就振作起来了。啊，这要用心的来听了，他又不说话了。啊，又再等。等差不多六七分钟，跟我说六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第一天见面呢，传给我的秘诀啊，真的，你看学了六十多年了，啊，老师这一句话是秘诀。一丝毫隐瞒都没有，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个。哎，你看破了就放下了，你放下了又看破了，看破了又放下了，啊，就是这两个。如果是上上根人，一听到通通放下了。那就圆满看破，圆满看破就是大彻大悟。
啊，彻底放下了，就是无明、尘沙、见思烦恼统放下了。一念之间呐，上上根人呐，啊，那我们不是上上根人呐，我们是中下根人呐。中下根人像爬楼梯，慢慢放，不断地放。啊，那真放，不放，不放就不能是往上提升，像爬楼梯一样。不放下这一层就不能上第二层。不放下第二层你就不能上第三层。你想往上提升全靠放下。没有别的。千经万论，千言万语，就是说的这种事情。自己真放下了，真得以利益了，再劝别人放下。啊，越往上面去，你看得越清楚。看六道，看十法界，看一切诸佛如来刹土，看华藏世界，看极乐世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一切性相、离世因果，一切通达明了啊。啊，人能自度，最可贵的就是转向成真经。一定要帮助别人。为什么要帮助别人？因为别人跟自己是一体。我认识一体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认识我们这个身是一体啊，身是什么呢？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的身体是细胞组成的啊，一个人的身体有多少细胞呢？是不是五十兆是？科学家五十兆个细胞，这五十兆个细胞的人，每一个细胞都觉悟了，我们是一体。这个人身体健康长寿啊！如果有一些细胞不承认是一体，那这个人就生病了，这细胞就成问题了，带着病毒了。他不承认是一体 啊，就造成社会混乱了，造成地球的灾难了啊。那么在我们身体身心不健康了啊，就是智慧多么重要啊！智慧让我们看清楚事实真相啊，然后我们才放下自己成见。哦，跟我们大家是一体啊，一体是最健康的啊。你看人身体五十兆的细胞啊，细胞在分析的时候就是原子啊，原子在分析就是电子，原子和中子啊，再分析就是粒子啊，分成夸克，那用这个做单位的时候，人身上用夸克来算多少啊？那数量太大了，说不出来了。
啊，如果再用佛法最小的单位，极微色就是极微之微。啊，现在讲的是科学家所说的微中子，一百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，体积等于一个电子。那我们要用微中子来计算，我们的身体多少微中子，真的可以说是无量无边。啊，这些东西怎么来的？怎么回事情？怎么组成这种身体？谁知道啊？大乘教理上说，八地以上，八地以上的菩萨全知道。有没有讲清楚？大乘经上真讲清楚了，特别是唯识经论啊，华严经是唯识六经之一，但是我们看不懂啊，我们也听不懂啊，啊，太深了，我们没办法想象，他不能想象，一想就错了。啊，开口便错，动念皆拐呀。我们对他真的用不上力了。啊，在不用力的时候，豁然大悟。啊，全知道了，全清楚了。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提过这个道理，叫尽极光通达啊，尽是禅定啊，尽到极处啊，光是智慧，智慧就现前，智慧现前，一切自然明了。啊，我们今天学佛得力于现代的科学家、量子力学家，他们最近30年研究的报告。啊，这个报告我们一看就晓得，他们已经把阿赖耶的三细相找到。跟佛经上讲的一样，那让我们对佛法坚定了信心。佛3000年前讲的，最近30年被他们证明了，一点都不错。啊，证明佛确确实实有智慧。真的高明啊，科学家费多大的力气啊，制作这些精密仪器才把这个极微色找到啊，这是肉眼看不见的啊，一般显微镜看不见的。啊，你们我们想想，微中子，一个微中子是一个电子的1/100,000,000,000，那要多么精密的显微镜才能看到？啊，一个电子1/100,000,000。
啊，难得的，现在科学技术到这个地步啊！啊，高雄刘医生从网络上给我一个信息，啊，现在这个科学技术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现在的这个科学仪器能够捕捉到，啊，那么佛经上讲的这个波动现象，啊，一般称作自然现象。这种频率在佛经里面所说的超过了1000兆，啊，弥勒菩萨对话里头我们计算1600兆分之1秒，啊，现在科技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这个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科学如果这个时间没有严重灾难，科学还能够继续发展，我们相信再过20-30年肯定1600兆分之1秒可以捕捉到。那就是8地以上境界了，佛知佛见呢。啊，证明佛在经上讲的一点都不错啊。啊，世尊叫我们转向真迹，这就是佛法要传的，传的人越多越好啊。那现在的方法最好的用这个工具卫星网络啊，尽量利用这些工具有了，现在问题讲经的人没有啊，讲经的人很多没真放下，真放下叫真修行，讲的是真法，真的佛法，没有放下了，讲的是相似的佛法，不是纯真的啊。这就是真正开悟的人讲的跟我们一般讲的不一样，同样一句话它有摄受力，没有开悟的人没有摄受力，完全是一样的话，效果不一样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开悟是从自信里流出来的真心，没有开悟是从阿赖耶流出来的妄心流出来，阿赖耶的种子里流出来，不一样，不是真的。那为什么佛菩萨说话感人那么深？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就晓得佛法的沉船要真干，干假的不行啊，干假的穿不下去啊。那我们真正想往生极乐世界，不用真心不行，对人对事对物完全用真心啊，对这个世界
对六道、对十八界彻底放下。啊，知道什么？万法皆空，一切法毕竟空，不可得，无所有。真正知道啊，这个四句话常常记在心上啊。六百卷大般若，我一边看下来，总结十二个字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不可得就是要放下，不放下错了，放下心上放下，记住，事上事都是假的，事上放下不行，心上放下。啊，心上放下了，事上肯定放下。事上放下，心上没放下，不管用。这是世尊开始第二点的意思。啊，自行之后一定要化它。真就也。真就啊，为辗转救助于他身，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众生无量誓愿度啊。我们一般念无边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没有发这一愿。这不是菩提心，菩提心里头最重要的一句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一切都是为这个，都是为众生啊！我为什么成就自己，是为度众生。一切都为众生呢，自这个自己我执呢不断，自己没有了啊！要拼命先想着我要怎样把我身见破掉，我见破掉，这个很难啊！把它一展开，我起心动念都为别人想，不为自己想，久而久之，我执不破，自然都破掉。啊，我见不断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这个方法非常巧妙啊！啊，把心量扩大，起心动念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杀心，这就对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